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信。好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么今天这一场呢，没有带来飞类啊，给大家一个精彩的飞类实战解说。那我最近呢，其实蛮喜欢飞类的角色，之前没什么在练的，一练发现哇，真的太强了，太厉害了。那这一场呢，我拿飞类走，大概走辅助好几场了。那基本上呢，我觉得走辅助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啦。那他的这个起始啊，我们先点二技能，但二技能的 CD 比较久哦，所以要注意一下使用时机，因为他可以把对手拉回来。所以在前面呢、这种等级低的会战的时候，其实他的二技能是很有帮助的。那下路的话呢，对方呢也是这个飞类啊，飞类跟佛伦打。好了，那我们的装备部分，我带来是海神啊，海神有增加这个输出嘛，加5%输出，然后还有 10% 的免伤全队哦。那加上飞类这个本身这个角色呢，他的坦度就够坦啊，再用了这个辅助装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我这边想说，要等到飞类要进去他的塔内的时候，再把他拉回来。就这边一个拉没拉到，跟你讲，这个拉如果拉到的话，对方飞类绝对会嗝屁呀、啊。哦，那这个就是小小的一个失误啊。那就是为什么飞类上手难度比较高的一个原因呢、啊？因为他的这个容错率真的有点低啊，他的技能的判断其实都蛮窄，都蛮窄。所以我觉得飞类，如果你真的玩得很强的人，基本上很多角色都可以玩得很不错，因为你就可以练就了一个判断对手，然后技能的丢这个指向式技能的丢的地方啊、哦。因为飞类的这指向式技能真的很窄哦，很窄，所以就很容易没丢到，明明就好像刮到，但又没丢到。哦，那这一场呢，我们尽量就是带疾走鞋，然后到处走，到处走。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场是怎么样去做一个支援。这边我等着我们佛洛伦过来啊、哦，那等飞类的这个血吻出来。好，那么就佛洛伦过去跟他打，我们就也跟着过去打。我们这也其实点点普攻，不小心电脑一个 lag， 好一个 lag。那最后呢，对方飞类是被我杀掉了，啊，被我杀掉。这个最近的这 OBS 都有一些问题哈、哦。那杀掉之后，我们马上回去补血，就来反对方的红 buff。看到对方的纳克罗斯刚在下路出现露头了嘛，所以这个红势必得拿。拿完红之后，我们打算做上路一个 gank， 那对方是这个蓝朵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好，他就待在那边，好、哦，这个蝴蝶哥啊、哦，蝴蝶哥，来，我们这边看能不能把他杀掉。我现在身上有红啊，那我们扣警怪，我这边朝着他的行走方向，然后丢了二技能，那基本上二技能丢得到，一技能就也丢得到了。那我要先讲一下，就是像刚刚那一波啊，因为对方呢是卡在墙旁边走，所以很好预判。那如果呢你要塔杀对手的时候，就尽量可以这样做，就是把对方压在墙边打。这样的话呢，他的行走方向就会非常明确啊。如果你是要预判型的角色的话，就很容易预判到他的位置。好，那这边可惜一个大招是空掉了。那么讲一下这个飞类啊，你只要记得啊，你这个血吻哦，血吻。叠这血吻的时候可以叠10秒钟、哦、是算蛮久的。那你在开着大招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狂暴的效果嘛。那这狂暴的效果呢，你要记得你大招劈下去的那个扇形 啊本来是6秒，你劈到2个就变8秒，劈到3个就变10秒，劈到5个人怎么样，直接就变成14秒啊，对，是14秒哈。那如果呢你这中间的血吻呢再打出来的话，又可以增加2秒。所以呢，其实开团的时候，虽然说他大招一个斩杀的效果啦，但是我个人建议直接大招给他劈下去。那你看像这个大招就没打到，其实蛮可惜的、哦。那我们就来弄一下这个蓝朵啊，这个蝴蝶哥来，去哪里啊？完了，这个一技能空掉，不过没关系，这边看我们一只毒。等一下他又丢了一个，哇，这位这不错，他真的算是蛮厉害的。不得不说啊，我逼不得已必须送他一个空招啊，以致敬啊，哇。还好，那这边的话遇到萨尼就不会飞来飞去啦，那我们的技能就比较好命中了。好，刚说完马上没命中，这一波打的有点抖，手有点惊险啊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再拿萨尼来吸一点血。那我们的飞类呢，血量越少的时候啊，那个血吻回血效果越高啊，越多啊。哦，你可以看我这边拿萨尼在练习这个准度啊。哦，他想劈死我，但是不行啊，小坏坏。好。那这个飞类的一技能呢，你只要两条啊，两个杠杠啊都有打到人就可以晕眩，没有的话只有一条的话就会造成缓速。那二技能也只有缓速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飞类这个角色呢，在团战来讲是非常强势的，因为很难杀得死、啊、哦。那象征就打到萨尼，不是把他拉回来，再一个一技能，可惜没打到，被萨尼一个控制。好，那对方的是蝴蝶哥生气气来气不扑啦，我们就先拉掉。哦，那我们的装备部分一样哦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先出海神嘛，出完海神之后我们就上一个红盾，
那就上这个天丛云啊，天丛云这的装备就基本上都可以改啊，就是你要出一个模仿啊，防止对方也可以。我出的是德瑞战甲，因为可以增加这个我的回血能力。那之前我紧急的赶过去啊，要帮我的佛洛伦啊，对他这个血量有点少，啊，最后一个大招剪掉飞类的人头啊，哇哦！那他基本上是佛洛伦自己是可以应付的，那我呢就冲过来剪掉对方的人头，然后对方还跟我说 thank you， 我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啊，过意不去，那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那我这场魔呢是带那个急炸小兵可以增加血量的，但我个人认为可以带这个加速愈合。哦，可以把它换成加速愈合。那河道游走的话，是因为就是我们要去支援嘛。对，那你可以看对方的辅助经济其实比我还低啊，所以我偶尔还是会吃一下线上的兵啊。好，这边的话，对方的红 buff 出来了，那对方的蝴蝶哥又来了。蝴蝶哥，哎，小哥哥去哪里？再给你拉回来啊啊！但是他的蝴蝶让他这个飞远了。哦，这一波有点凶，对方人有点多，队友要不要来？队友是要不要来？我快死了，我一个大招先走哈。那这个闪现缴了，直接先拉掉。这一波我不打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人太多了。你可以看到，对方基本上五只都来了，那我们的佛罗还在下路露头，所以比方说对方这一波会往死里打。哦，果然一次收掉我们两只啊。那但还好的是，我们兵线控还不错。那上路兵线呢也没有被推进来，下路兵线呢又推出去。哎，兵线进不来，出得去，人头自然到。来一个大招，又剪掉对方罗的人头哦。那对方罗的刚滑了一下，有一些技能，有一些这个伤害被免疫掉。好，你看对方飞类是凯撒路，我是辅助位哦，但我经济都已经比他还高了。那你可以发现，是我们就是到处支援，到处游走啊，有兵线我们就清一下。其实飞类呢，如果你不出这个小这个火炎心的话，炎心的是吧？那个小火甲的话，你的清兵线速度会比较慢一点，因为最主要是飞类的技能打在小兵身上不会有这个血吻嘛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是打人的话才会有。那但是这样相对来讲，清兵线速度就比较慢，而且飞类本身的伤害就不高。他的说伤害呢，为什么会高的来源，来自于他大招开起来加攻速、加穿透、再加攻击力啊。哦，那这个上塔我一直有意识想把它拿掉，但是旁边人看着好像没有跟我有这个志同道合的感觉，因为是我们硬压塔，对方是必须退到塔内的，我们再怎么样都有经济优势啊，所以压塔拆塔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。那这一波的话，我们人有四个人啊，对方是势必得退了。我这边没有闪现，那把上野拉了一下，我以为塔会打我，就塔居然没打我，那么就把塔给拆了。这时候中路的塔呢，遇到一点 trouble， 岌岌可危。不过也没关系，算了，我们就直接跟对方硬换。那这一波的话，我们就准备从后面做个包夹。佛罗伦率先进场，想跟他们一打二。纳克罗斯居然选择逃跑，之后又进场，我一个大招劈下来，哦，血吻开起来哈，不是这个狂蛇被动开起来。那再来，我们带的是绝地死斗啊。那绝地死斗呢，能够在我们飞猎打五下的时候，哦，就给我们额外的这个攻击穿透，还有这个吸回血的效果，其实很不错的，非常非常适合飞猎的这个魔纹的。大家记得基本上一定要带这个，哦，其他都不用考虑了。好，我们这边从后面，从 PP 后面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大招狂蛇状态来了，我们再 P， 再丢一个技能，这边再加上绝地死斗，等一下，我绝地石头的 CD 没了，好，我们这个二技能漂亮的没打到，哦，这个太急躁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上人基本上是死定了，我们这边再一个大招给他劈下来，人类啊，哦，好，顺利死去。好，那对方这波呢是被打得有点体无完肤啊，被压在里面打了，哦，那么赶快的再把对方的这些野怪给吃掉，这个应该是烂我的没错啦，因为我们的那个打野呢已经身上有红了嘛。好了，那这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了，我们现在大概来到十分钟，是有优势在，但是塔只拿两座，如果你一直不拆塔，一直杀人的话呢，会到最后会呈现一个状态，就是明明人头已经很多，但是经济却没有拉开，哦，这是很容易吃亏的事情的。那像我之前呢，我就稍微研究一下，打野怎么样会玩到明明就打得很顺，却经济很穷，一来呢就是兵线大家都没整理。哦，你可能 gank 完就走，其实是可以，就可以，就是偶尔吃一下队友的兵的，是可以扣一下税的，因为帮他杀一个人头嘛。那把兵线推出去之后呢，你不但有点钱，而且兵线也状态比较好，那下次打会战的时候才能更容易拆塔。因为如果你迟迟不拆塔，你只一直赢会战啊，那其实这样在发呆的时候是很不好的。你一回城就开始发呆，是会很惨的，很惨的啊，哦，很惨的。哦，这个人头其实是不必要送的啦。那不过没关系，正所谓怎么样，君子报仇，
三十秒不玩，马上我们再打另一波会战。这个大招虽然扑空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靠着一二技能跟这个斜尾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四打五哦，我们现在四打五，我是劣势方哦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靠着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小技巧啊，把这场会战打赢。那这边的话，对方的维罗斯罗尔剩一下，我们一个大招直接收掉。好，那记得飞泪这个大招啊，好，这个大招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扇形范围到底在哪里、啊。你只要偏的多出去了，你这个大招的被动就没打出来哦，你的那个狂蛇就没有打出来哦。哦，那记得、哦、好啦，那这一波的话基本上就结束了。那队友呢给了一个谢谢凯瑞了，我是觉得大家都打得非常不错，这个凯瑞呢是大家都凯瑞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敬凯瑞啊。好，那么这部影片到此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想看我什么，有什么样的玩什么角色，在底下留言好不好？直接留起来，不用客气。那时候留言呢，我都会看，都会回复。那希望这部影片突破200个赞，那么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